团队服装会迷人，由植物延伸的 MIT 保养品也可以让你变迷人，百分百新品准备开箱。耶、yeah, ，好开心哦！新品开箱的时间，你知道有非常多台湾的商品啊，最近真的有非常多厉害的东西要开箱给大家看咯。你看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超喜欢这种很原著的那种包装，它那个纸都是用再生利用的纸去做的纸盒，这个都是再生纸。对，你可以这个纸还可以再回收再利用，是不是很浓稠？真的耶！对，市售上非常多什么乳霜，那乳霜里面都一定会有一些乳添加物，但它今天把它添加物把它剖开，它就可以有水跟油。保养的部分，它有一个荷包蛋的保养方式，它挤两下，它是蛋白，你只要滴一滴油，它里面就会有一个油，旁边是蛋白的感觉。通常用这样子的话，就可以足够一个人的脸，就是这样按压的方式，好舒服哦，很舒服，而且它味道非常的清香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它最大的特色就是，一般我们在用这些保养品的时候，你会很担心有太多的化学香精味道，没错，它就真的很单纯，就是我们刚闻到那个盒子给你感觉是很清新、很干净的感觉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它是通过有机认证，这个很棒。接下来我这一系列商品，这个品牌呢，它是用六种像是绿茶、菊花、肉桂、东方式这些东西当做基底做出的这一系列保养品。那我觉得这品牌我最喜欢又最想开箱的就是它这个前导液，它里面有加了山茶花的精油，你会很担心说它会黏腻，对不对？它完全不会有那个油腻的感觉，不会。所以是你在用任何的保养品之前，先上这个前导液，它就可以帮助你的皮肤更滑嫩。这瓶也超厉害，这瓶里面结合了化妆水、乳液跟精。一瓶搞定，好香哦！而且我觉得它的味道不合，感觉不合成，就是是非常天然的那种味道感觉。它有非常多那个草本植物的香气，这瓶滋养霜也很厉害哦，是不是觉得嫩嫩的很好推？马上就有差别。当然，它一系列商品有一些隔离霜啊，跟一些其他的产品都可以使用。你看这两只手的差别，一个有光泽，这个就比较暗沉。我的马上。也是亮起来了耶，整个亮起来，这个非常的暗，这个马上提亮的感觉。是，好，现在就是两颗精华皂，它加了一个号称台湾红宝石，叫牛樟芝。牛樟芝很贵耶。对，它把它萃取到这个香皂里面，它里面呢有抗氧化，然后还有消炎的成分。所以痘痘肌也很适合，如果有消炎的话，痘痘肌非常适合，就是用来洗脸是非常舒服。它还有分三种，它有油性、中性还有干性。对，用来符合不同的肌肤，像这种中性的呢，它是 T 字部位比较容易出油，然后双颊比较容易干燥，它都适合用中性。这个就是它用来洗澡的，全家大小都适用，去污力非常强，而且它洗完之后完全不会干涩，而且你像搓那个味道都跑过来了，真的很香，就淡淡的，又不会太刺鼻，对，是不是？摸摸看这个，涩涩的，非常干，这个洗完完全你看非常滑嫩。今天介绍给大家的 MIT 商品，大家还喜欢吗？接下来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有新品开箱给大家喽。